关姐，我问你哦，恁查甫敢会凊彩就对一个查某囡仔好啊？譬如讲买鞋啊送伊，还是伊破病时阵照顾伊？绝对无可能哦！我无介意的查甫囡仔，我会甲代志讲个清楚，袂予伊有一个幻想的空间啦。莫造成误会，是我的最高指导原则。我敢爱对我介意的查甫囡仔好。安尼就好。只不过你应该是甲安迪副总无共款吼，啊，伊就爱去夜店耍诶，而且伊诶个性嘛较开放，我甲查某囡仔拢行足歪诶，所以伊若是对其中一个查某囡仔特别好，应该袂是介意吼。你那雄雄讲起安迪诶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就想讲加了解家己的头家，有好无歹嘛。你想你是来话，会用的哦。你只要问我就好。Andy， 你哪来家啦？七景山听我常常来啊。哎，那么陈小春来嘛？伫家。很怎样？又回哦，小春啊，我问你哦，奈有人连一杯都醉啊啦？我你是在胡白讲啥啦？你哪有可能连一杯尔？不是我啦，是李冬雨啊，你连一杯都醉啊呢？号称一杯醉。顾总，你是在讲啥？什么一杯醉？是安怎冬雨会跟你做伙饮酒？而且你讲伊饮酒醉啊，即卖伊人伫咧倒？啊，还是顶界啦！臭蠢，你对安尼真足危险的，你敢知？伊一杯落去哦，安怎叫人叫袂起来？我你敢知？伊倒伫我的面头前，我阁真好心送伊去饭店休困，还去过伊隔顿刚起过来。今年上关心的是土地标案，所以迄天暗时，冬雨根本不是困公司，既然是跟安迪副总做伙饮酒，原来伊不是头一届跟副总过暝啊！你讲，想抓伊都会这样年轻，这样高姿，啊，是不是为安尼，你才会带伊回去恁家，跟你做伙住？周安迪，你好啊哦，别去酒笑啦。副总，啊，你就想要谈哈，好，我查一下边上哈。副总，你是不是介意冬雨？你是问，我家是不是有一杯醉的位置啊？我。我是副总咧，规间公司有遐尼侪双目睭在看我，我一视同仁，袂当偏心认定好几位，我爱顾全大局，才当保好员工啊，你才会当豪华过日子。李冬雨，你是怎？不管我做啥，你拢要嫌弃。我哪有在气嫌一位？我只是在苛刻伊，莫伊伫嗲代志。是啊，小春，是我先唔对，拄到奥客搁伊甲拍，啊，拢是我的问题。冬雨只是在烦恼我尔。对啦。冬雨不管做啥、讲啥，拢是烦恼你，拢是为你好。陈子维，你敢会当卖处处拢为好伊啊？你想要冤家，你就直接甲我讲，你卖连子维嘛做伙骂。我即马想要骂，是我家己，因为我竟然连逐天甲我困做伙、逐天甲我做伙食饭的人，我拢摸袂清楚。我即马想要找人出去做伙啉一个唔知影人，
我想要来一个一杯醉。你讲啥？我讲一杯醉。什么一杯醉啊？小川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又搁要解释？是安怎？你一开始唔讲，一定要等到代志变空，让人发现啊！你才搁要讲我要解释？小川，你别安尼好无？我只是你只是唔知要安怎才讲会清楚，因为惊讲出来会让人怀疑，会让人误会，惊人无法度谅解你。那恁这个代志你都莫做啊！做以后搁变成冤冤孽孽，即马代志变空啊！做一个面遐尼委屈，叫你讲讲唔知要安怎讲？你敢都袂当光明正大甲我讲你无做，我真正无。有一寡代志我无事先讲是我的唔对，啊，不过你怀疑我代志，我真正无做，你相信我好无？你啥拢袂讲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你？无条件信任你，冇一个底线。好啊啦，恁两个有啥物代志，就好好讲，讲好清楚。小刚，我一摆讲出嘴了，啊，不过咱两个讲不出嘴，原因无同款。我是怕解释袂清楚，伊只是单纯无信任我。既然你无信任我，那得我唔转安怎讲，都无路用。冬日。是啊，我心情不好，头壳拍干，代志想不通的时阵，我就要来吃了。我那球哦，愈飞愈高，我烦恼也对伊收拾去了。嫁你神奇，试看吗？打棒球叫你疗愈，打棒球会使解决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你的心事哦，还靠这啦。Andy 啊，我甲你讲的哦，是迄暗，伊甲上冬雨去饭店，了后伊就直接转去厝休困啊，自头到尾哦，拢是饭店的女服务生。扶冬雨落车，啊，入去房间，替伊盖棉被、烫鞋啊。Andy 对冬雨做的代志，甲摕信用卡结账，安尼尔。你还是不相信？公司内底有一个流传，叫做只有安迪副总摕袂到的 case， 无伊就袂到走。那呢，我替我的好兄弟讲一句话啊。Andy 虽然看起来真火哦，啊，不过伊从来无惹过什么真正的麻烦啊。只要冬雨对伊无意思，我相信 Andy 绝对袂对伊乌白来。你若是唔相信哦 ，Andy 嘛有叫曾世豪摕行车记录器啦，现在资料拢伫遮，我拍开互你看。唔免啦，我总算了解是安怎冬雨对我遐尼切心。是安怎讲？你看，你遐尼信任你的兄弟，安尼我咧，我第一知影第一第一时间，我竟然不是退休，不是烦恼伊，我颠倒是走去进门伊，啊伊给我一个解释。等于讲了无唔对，拢是因为我怀疑，我无信任伊。甲你比起来，我这个闺蜜真正足害的。所以。你要跟你的闺蜜好好啊！第一届好好进前，我应该先跟伊回事嘞。看你安尼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是的啦，出来约会一直讲别人的代志。无，今嘛要讲咱两个人的代志啊。过两天哦，是阮妈生日啦，
啊，我想要邀请你跟阮爸阿妈做伙食饭，唔知你愿意无？我无愿意。我无愿意，敢袂用诶？你嘛讲较紧诶啦！你知影我拄则有偌紧张咧？紧张诶人是我，好不好？你讲诶餐厅，我敢爱穿个足正式诶。啊，你讲你妈生日，那年我是毋是应该买礼物？你搁笑？我即卖头壳冒咧烧啊！你搁笑会出来？是咧啊，是咧啊！我笑是因为哦。你愈烦恼，就表示讲你愈要紧一件代志。小春，我伫遮，代志跟一定会正顺利啊。冬雨，那是我唔好，我不应该跟你冤家是嘞。你哪会搞混是嘞啊？你不是不爱相信我，那是你的感觉。其实我有相信你。冬雨，你嘛知影我的个性就是安尼直直咯，啊，脾气一来就足冲动的。我嘛是甲冠杰伫咧开讲，讲讲的，我才想到你唔呐是阮国的女朋友，你阁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亲人。其实我本来就相信你袂反背阮哥，啊，不过你阁对我有埋遐尼侪秘密，我心内就感觉足乱的。我一直伫咧想，是安怎你有话对我袂直接讲，是毋是我有倒位做唔好，所以你袂信任我？我就足气我家己的啊！后来我就愈想愈惊，惊你若真正无介意阮哥，你离开阮家，那恁都唔那是阮哥失恋啊！连我嘛会失去你这个朋友。你又过来啊！我袂介意别人，我敢那爱自慰一下。我知呀，啊，不过我就会惊嘛。冬雨，你敢知影你有偌好？你人水，脾气好，温柔、大心、巧、够善良。无怪俺弟副总会遐尼介意你，够因为你啉酒醉后白讲话。伊到底要讲啥？伊我真正无。我知影，我相信你。啊，不过我当然会惊，因为我会当理解是安怎安迪副总遐尼介意你。而且伊讲问我讲，是毋是因为你伤过高追，我才会带你回去厝？啥？哎呦，伊真正起痟啊！要听伊后尾讲啊！我感觉伊无白讲啊！我当初会带你回去，确实是因为你真古锥、真善良。你敢知影后来你甲阮哥谈恋爱，我有偌欢喜？因为我感觉你真正变做我的亲人，你会永远伫我的身躯边，永远拢是我的好姊妹。所以，我这个好姊妹，今嘛感觉爱我这个朋友。你是超工要让我艰苦的心，我当然爱你这个好姊妹啊！我真正就该失去你了。你真心把我当作是好姊妹啊？碧玉阿姨嘛，把我当作是你外姊的查某囝。还有紫薇，是我先介意着伊的。我只是感觉。变辛苦变，我才袂孤单。所以你的时阵，我爱相信我，我真正就艰苦。是的啦，我唔知影会害你这么艰苦。你要袂当安尼哦，袂当阁不爱相信我。好，啊，不过你有啥物代志，拢爱讲出来。啊，若无，我嘛受伤。是的啦，我唔知影你卖受伤。那以后咱莫阁冤家啊！莫阁冤，大哥哥。